李亚男同黄祖蓝呢日喺社交平台上面放出同女女一家三口嘅握手合照，宣布生女喜讯。但系祖蓝就搞笑咁样写话，女女生得太似佢，所以唔俾大家睇。呢次祖蓝仲有克服到怕血嘅心理障碍，入咗产房剪脐带啊！象征式剪咗，因为其实医生已经剪咗噶啦，开刀嘅话，咁但系都做咗呢个仪式啦。咁另外就入咗产房陪产啦，因为阿男佢因为就呢个戏啦，佢好好，佢话呢个戏好有意思，你继续做，咁就呢个戏去开刀，咁所以就要喺呢个舞台剧开始之前就完成晒所有事咯。开刀都系会比较辛苦，咁所以要好好报答佢咯。同佢去旅行，同佢去旅行，坐完机就去旅行。俾佢食大餐，因为呢段时间好多生冷嘢佢都唔食得。不过呢几日都忙住做舞台剧，翻屋企连抱下 B B 都唔敢啊！唔敢啊，我惊一抱就喊。咁今日抱咗一次，所以忍住忍住。但系我同佢约好咗，我话等我演完个剧，我就会翻嚟陪你好咁喊一餐。祖蓝又系咪都谂定会生几胎啦？要唞半年啊嘛，咁睇下唞半年先咯。